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棒球明星梦的背包开箱，因为背包里面有很多的道具啊，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从哪里得到，或是它是来干嘛的、啊。像我刚开始玩，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。那目前呢，我的道具呢也是算蛮多的，然后用的次数也蛮高的，所以来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哪些道具呢在比赛中比较好用，或是培育球员的时候比较好用。我们先看一下一般，那一般里面呢，其实还会出现一些，比如说魔方啊，魔方里面打开来啊，魔方取得方式呢，最主要、啊、还是从这个教练团里面的转换魔方这边。那魔方呢，从蓝色呢到应该说啊，从绿色到金色，对应出来的开的道具都不太一样，就是对应出来的道具颜色。那当然呢，红色、紫色这种道具都算不错，那有金色的话更好、更赞、更 bang。那还有另一个呢，就是核心的也会在这里出现。那要怎么样获得这些魔方还有核心呢？核心最主要就是行星联盟这边可以获得。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底下的奖励有没有？这个核心魔方呢，就可以让你开出核心装在教练上面。那也会呢有这些这个魔方啊，也有分那个等级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呢，超级联盟呢，它最主要有点像排位赛，因为、啊、排位赛这个东西啊。他虽然不是说对抗到手动的玩家，都是电脑的玩家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偶尔打，因为你培育起来你的角色啊，你的球队呢也是需要防守的，所以你的球队越强，对方当然也越不容易攻破了。那再来呢，他的这个有没有看到道具魔方？道具魔方呢，开出来当然就是道具了。好，那这是另外可以获得一些魔方的地方。那再看一下其他的，像这个呢，它是属于就是我们在玩这个行星联盟啊，或者是超级明星联盟的时候，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有的体力啊。那个就算是它的体力券，我们讲这样比较直白，比较明白一点。那这个核心转换技呢，它最主要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呢去调整红色核心它的属性。好，那这个金券啊。需要氪金才有，这是真的氪的，而不是什么官方送的，就氪金才有、啊，就可以让你选择啊，你想要的一名球，一个金色的教练，但我现在还没想好，然后算先搁在旁边。我们来看一下成长的，成长的比较多，像这个呢，就是一般的经验卡而已，一般经验卡。那当然了，紫色的经验卡、红色经验卡是比较多的、啊，它的经验条呢也比较多，就是给的经验比较多。那这种绿色跟蓝色之前讲过，就是尽量是用在升级那个进阶啊。是这个蓝色教练，然后蓝色教练之后再把它转换成魔方。那这个技能胶囊呢，最主要就是用在，比如像是红色嘛，就是用在红色的球员他的技能也可以分等级。那这个就是紫色球员的技能。那强化机器人用在，比如说我要升阶一个紫色的教练好了，你需要同样的紫色教练，你要抽到同样紫色教练。但这个呢可以完全取代，就是你要升 A 那用它也可以，你要升 B 用它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培训基因呢？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可以算是抽到100个、啊，可以转换出一个教练给你这样。哦，那当然，紫色、这个黄色、金色跟红色是最好的。那蓝色因为太多了，所以就我会懒得用，到时候有时间再用。那这个交易球呢？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交易球呢，用在那个你的球员啊已经进阶完，主要是用在紫色球员或者红色球员已经多到爆表满出来，那也没有这个课那个。所研究所任务要解，你可以拿着交易，因为有机会呢，再转换成更高阶的球员，就是那个等级啊，可能会从紫色变红色，或是红色变金色，但是红色变金色几率就更低啊，紫色变红色几率是 20% 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它呢算是你要使用这个研究所的时候，你必须用的这个道具。它这个技能金水啊，最主要用在你要提升这个技能等级的时候，它是有趴数会成功的。那使用这个金水的话，趴数会增加。好，那这个培育呢，顾名思义就是用在那个培育，你在培育球员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道具。你在开始呢，可以选择两个道具去使用。那我们来看蓝色这个，的话，我直接讲比较好用。其他的我觉得你要卖掉是无所谓，卖掉无所谓。那这个呢，我觉得蓝色部分稍微比较还可以用的就是这个。他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会给你1000的 GB， 就是1000的钱啊，你拿去买球具的钱，拿去买道具的钱。那因为呢，很有可能在第三周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这个传说级的球棒，或者是传说级的球具，不管是头套还是手套什么之类的护具啦。
所以呢，在前期啊，假设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教练阵容，他没办法给你太多的金钱的话，那你可以呢在初期就带这个，然后是蓝色的，还蛮容易得到的。那这个赛程更改那个变更券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它可以让你在第七周的时候啊，那个回合数啊从两回合增加到四回合，就是你事件可以多，等于事件可以多触发两次，训练可以多触发两次，这个我觉得就是不错。那这个妈妈便当呢，它只能使用一次，它就是让你的体力啊，比如从零到一百。那这个的话我比较少用，因为其他都还有，所以这个通常比较少用。那这个我也蛮常用的，推荐性，这个可以让你呢在购物中心买装备的时候省下，就是打八折的意思。那我主要会用在比如说第五周或是第六周比较后面的时候，假设呢我会看到传说的球具，好，传说的球具，然后又再加上一个可能红色的护具好了，那我可能就会用这个折扣券，两个同时打八折，我买起来会比较便宜。那这个呢是可以刷新你的产品，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这一周我看到红色的球棒好，可是下一周呢我钱存够，我想要再买，发现哎干已经买不到，被撤掉了，跳楼大拍卖卖掉了，那我就可以呢再用这个券呢这个新产品目录把它刷回来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好，那这个呢算是可以重新编排你的教练了，就是反悔券的感觉啦。那我觉得这个还好，我也不太会去用。那这个用完之后，你可以回复体力两次，只有50点而已，那只能使用两次。好，这是紫色的部分。那这个我也比较少用。那红色的这两个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这个呢是可以呢无条件触发你的事件三次。像刚刚的那个这个更改券啊，它是等于是可以触发两次，但是你还多了两回合的训练回合。那这是无条件直接触发三次。因为呢这个呢你必须在比如说你要休息啊或是训练完才会触发嘛。那这个呢是可以直接触发。那我觉得这好用，好用在比如说我呢在第五周球员选教练这一周。因为选完教练之后你必须同时跟这个教练触发三次的事件。那很有可能你在第五周是触发不完的。因为你跟这个教练一开始的那个感情啊不太好哦，亲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，他会跳出来触发事件的几率就比较低。可是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塔罗牌，然后一直让他疯狂刷出来，这样你可以在第五周就拥有，比如说看你是要投球啊，或者是打全垒打的机会。那我觉得用在投手比较好，因为你投手呢早一点刷出这个教练技能，你比较容易啊，在你想要的那个九宫格的球速格子里面呢、啊，去打出安打，这样比较容易让你快一点变成热手感区。那如果呢，还有用到另一个地方，就是假设你今天选了一个教练，那这个教练不喜欢，你可能就跟他 say no。那事件触发到一定，就再继续触发事件的情况下，还是有可能再选到其他教练来跟你。可是你很有机会，不要说很有机会，有可能你最后选不到那个技能，因为事件触发的次数不够高。像我之前就遇过一次。那这个技术手册我也觉得很不错，一开始就可以获得技能点数300点。其实300点对于整个游戏，这样纵观下来，我觉得也算占了大概两成吧，一到两成，所以算觉得算蛮多的。你技能点数呢越高啊，你这个可以选择的技能就越多嘛，选择技能越多，你的最后评分就越高，比较容易有 A 级球员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减少呢所有的技能点数 20%， 那通常呢会用在最后一周，就点数可能会增加到900点爆量的时候，然后开始选。那这个很珍贵，我只有拿到一个而已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增加所有教练的好感度，但我觉得还好没差，因为有些时候我可能会刻意的不想要跟哪一个教练好感度增加，因为我不想要学他的技能，他可能是紫色的教练，因为我们在选事件的时候可以选的情况下，当然选金色比较好。那这些呢，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，就是有点像玩神奇宝贝有没有那个什么突然增加命中率的技能啊，或是什么那个增加攻击力的技能啊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具通常可以获得的地方啊、第一个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当然这两个联盟啊，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几率从魔方里面开出道具。好，那不过呢，还有另一个就是它的商店，商店呢这边也可以看左下角这边有个商店，那商店呢会随着你的等级哦，你的球队等级越高，它解锁一些道具就越多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第一个就是要花钱的、啊，土豪就自己在慢慢看啊，没钱的就先不用看。那第二个道具就是会随时刷新的，那像这个胶囊啊，这个胶囊就不错，但它好贵，各十百、千万、十万、三十万才买到超级明星的胶囊，那总共现在才100万了，三十万开了，那直接夹头。
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可以买到一些道具，然后可以买到一些那个像这个蓝色机器人，千万不要买，因为你会多一大堆教练，那根本没屁用，那些都不用买哦。那目前这样看起来呢，我觉得是还好，没什么可以买。红色这个太贵了，这超级明星的那个太贵。那再我们看一下这个币，那超级这个就对应的从超级明星的那个联盟的币啊，然后这个行星联盟币啊、银河联盟币啊什么的，然后这是你的算是球团吧，球团币，因为我现在还没加入球团。那这个币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解锁，你等级越高，它就越可以去解锁。那像这边呢，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的，我觉得这些买东西，这买这些比较好，因为这些至少都有这个金色跟红色。那这个基因呢，凑满100个红色基因，凑满100个就可以换红色教练嘛。那金色基因凑满一个可以换金色教练。那这边这个塔罗牌我觉得不错，这塔罗牌不错，然后技术手册也不错，这两个我觉得都不错，还蛮好用的。那你看像这边啊，就有在卖那个超级明星的技能胶囊啊，这边呢就是1500的明星币。那再來呢，明星币的话呢，是你打赢打输都有。那行星币的话，因为行星联盟啊，你会一直往上打，往上打，所以打到后面有点卡关，所以这个币呢，可能就会出的比较少。好，那再來呢，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个地方还有可能会有道具，就是你在抽，不要说道具啊，就是你在抽这个角色的时候，这边会有一个 P 币，那 P 币左下角这 P 币点开来，你可以看到这算是也是可以兑换啊。对，但是可以兑换这样，但是它的门槛有些有点高。你看，像这个有一个10000哦，哎，你十抽才能获得100 PB， 等于你要100次十抽，你才有到10000的 PB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道具的推荐啦，那大家呢可以去用看看。好，喜欢影片就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下部影片见啊，拜拜。